金融揭秘。開始咧，而家係考慮緊，只係一個問題，係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係咁噶啦 ，OK， 唔係咩啊？你哋好，希望你哋。昨天都全部賺錢、其實看中一件事就已經可以說是可以贏盡所有的盤了，只是看中說美金跌，昨天我已經強調得非常重要，今個星期美金跌，問題是當美金跌，什麼貨幣或者什麼商品是會升得比所有其他的多呢？其實就是這麼簡單。昨天大家都看到升得最多是金和銀，那個注意力一開始亞洲時段的時候就是雞犬皆升，好像我所說，因為市場人士只是這個昨天是2021年第一天，還要慢慢去觀察個市要怎樣走，但是也都跟我一樣是知道個美金會跌，但是為什麼不約而同會覺得個美金會跌呢？其實就是很簡單，就是我一路跟你們說，在 Morning Call， 在所有的媒體我都說，今個星期有今晚美國開始在 Georgia 這個州度投票，剩下來那兩個參議院席位，跟著明天1月6日還有很多謠言出來，真還假沒人知，特朗普分分鐘會搞政變，這個我可以告訴你，我只是信一半而已，但是所有的動作都是為了今晚在美國時段那個 Georgia 的投票，而這個投票也都在未來那一天是出不到來的結果，起碼都要聽講說兩天，有可能會快一點都不出奇，即是說呢，是今天是星期二，我們星期三才要知道他們怎樣投票，星期四、星期五才知道的結果、okay？ 但是在星期三1月6日美國時間，即是我們的星期四，國會就出來那個看看特朗普搞成怎樣了。所以
十月开始咧，而家系考虑紧，只系一个问题，系加50% or 100% 嘅 ，OK， 系咁噶啦 ，OK， 唔系咩啊？